来到这个金山皇后镇森林这个园区呢，是还蛮大的啊。我们在自大藏区这边，每个营位都是区隔开来啊，整个营区的景观绿化做得非常的不错。这边的门票抵消费的话，就可以来这边选购自己喜欢的餐点。今天带了一个多功能蒸煮锅来跟大家开箱，它的设计类似我们常见的大同电锅。哇，天哪，好黑哦！啊，老板。你好，有预约露营的，对，三个门票喽，三位，三个大连吗？对，三个大三台菜喽，这个票会抵用哦。好，谢谢你。好，是，好是。好，那两只三角是右转和半带位。好，好，等下两只三角。本人对，三天两夜会3200吗？哎、欸、对。那园区进出园区的便是启发明西车顶哦，好。然后我们今天有泡脚，是免费泡脚，晚上4点到9点。然后我待会跟你讲位置在哪。好，然后这是垃圾分类哈。哦，好。好，小的就是放资源回收。OK。好，那要这里是我们的盥洗室，盥洗室。盥洗室，好。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啊，我是 Kevin。 上一次露营呢去传说溪头露营区啊，是森林系的露营区。那我们今天来这里是北海岸的金山皇后镇森林露营区啊。其实很久没有来北部这边露营啊，就是去年有到那个复兴乡山上去露营，那这次走海边已经有很久没有来这个北海岸这边，所以这次来这边走走，就是想说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住在这个金山皇后镇森林这边采用露营的方式定点。看有耳洞吗？看不到。天气不是很好，所以搭完帐之后呢，就到那个金山街上这边去用餐，就是简单的一个用餐。那这边金山皇后镇森林离老街这边的车程也应该10分钟以内就可以到了，其实蛮近的，所以用餐会比较方便。介绍一下，你在老街买的是什么？芋头片。那人家阿玉是玛瑙。人家出产是关于阿玉。阿玉是玛瑙吗？玛瑙啊。有买啊。有买吗？在车上。在车上。那你这是芋头片啊？金山有出产芋头的，就出产地瓜吗？我想吃啊。你要买地瓜片？嗯，不错。有一点点，好像有点甜。当然是自己拖来的、啊。我以为是他这里的。这里有露营车。
那来到这个金山皇后皇后镇森林这个园区呢，是还蛮大的哦，就是它每一个我们在自大藏区域这边每个营位都是区隔开来一格一格的，其实是规划的蛮有秩序的。因为这个礼拜是清明连假哦，所以其实也是几乎是也是满藏的状态哦。那每一藏的空间都预留的非常大啊，每个营位都是有用站板的这种空间。之前才在说哦，用站板其实是比较不喜欢，可是这里的站板啊又大又宽啊，所以就是像今天有点下雨哦，就会比较方便，不会泥泞啊，这是站板的优点。那缺点当然就是它的那个固定的方式会比较麻烦哈，尤其我们在搭那个天幕哈，就是下定位置，好像我们的帐篷在下定就会有一点麻烦哈。用这个站板神器也可以利用，可是这个缝又太小，就是不太容易找位置勾那个银钉。那这皇后镇森林呢，它里面的设施跟整个景观哈，非常的漂亮哈。其实这里是蛮热门的一个露营区哦，这个就是它的烤肉区，人员可以在这边用餐的地方哦，这里很大。然后皇后镇森林这边呢，虽然收费稍微高一点，然后还另外付一个人100块的门票的费用，那门票100块的费用是可以抵消费的，是感觉比较高级一点哦，所以这个价格呢是一定是就是它的设施。整个整体的状况啊，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好，洗手间，然后这边有一个公共的厨房，那这边的浴室啊，热水又大又稳啊，就是这浴室洗澡起来真的是非常舒服，而且浴室里面又有两层的空间做一个简易的干湿分离哦，可以把。衣服啊放在另外一个空间，还比较不会淋湿，这是蛮好的设计。那其实如果不喜欢搭帐篷，或者是想轻松一点的方式，也可以来住这种露营车或者是这种免搭帐的这种区域啊。过来这边就是这边的豪华露营的部分，就是免搭帐，这里有这种露营车的方式啊，而且感觉蛮多间的哦，这种空间感觉非常棒。啊，这里有这种特斯拉电车可以充电的营位，露营车这边就先不多做介绍。啊，整个营区的景观绿化做得非常的不错，啊，所以当然收费也稍微高了一点，但是就是反映在整个活动空间的整个氛围感哈。这边的门票抵消费的话，就可以来这边选购自己喜欢的餐点了，啊，所以可以用折抵消费的方式啊，来这边买早餐啊，啊，买点心之类的。吃完早餐后，想要到九份老街去走走。以前呢，觉得台湾很多老街景点逛起来都差不多，所以近几年来常安排的都是露营的活动。但是只要隔一段时间没有来，就会想要再来逛逛这些曾经很熟悉的景点。上面没有那么大的哇，飘雪！刚从那边啊，走，很累，没事啊。九份老街人潮依旧这么的热络，其中更多的是一些外国的观光客来这里，一定要品尝的在地好吃的美食。你是什么？什么鱼丸米粉啊？那个啊，是这样吧？你要写？哦，反正就是有名的是鱼丸跟红糟肉圆综合丸汤，对，龙冬粉综合丸，红糟肉圆是不是？哎，这是很喜欢。哇，哎，爬了好多层楼。刚刚的车停在那里，哇，超远啊。
接下来基隆的潮境公园啊，这边走走。像今天就是整个观光的行程啊，就是随处走走看看而已啊。好，回到营区之后来开始煮晚餐。今天带了一个多功能蒸煮锅来跟大家开箱。这个多功能蒸煮锅是不锈钢材质，它的设计类似我们常见的大同电锅，里面有一个内锅和一个外锅。这个锅子是三人份，它也有两人份的版本。这个锅子总高度21公分，宽度14公分，重量0.74公斤，还算蛮轻巧的。煮饭时外锅加水到刻度以下就可以了，也可利用外锅来煮汤啊，同时煮白饭，一锅两用，一次完成啊，这样就不用再另外占用一个瓦斯炉。这个锅子上缘有密封胶条，可以达到微压蒸煮的效果，可以缩短蒸煮的时间。外锅就是水，就烫烫烫烫烫。外锅这个外锅可以煮汤，就一次有汤跟饭。现在早上11点，我越下越大了。他今天要收账，现在要收私账，越下越大啦。好，各位，那今天就即将拔营，然后回台中。原本以为说哈，在台中天气非常热，然后来这边会非常热，可能要带移动式冷气跟行动电源来使用。啊，结果因为这边刚好下雨天啊，气温大概都在19-20度左右啊，所以还蛮凉爽的。那这个金山皇后镇森林哈、啊，什么整个营区体验的感觉，真的是感觉是很不错的哈、啊。就是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在于这个营区，它是每一个营位都是用这个绿篱哈、啊、做区隔，所以感觉整个就是你搭帐的空间啊，隐秘性是比较好的。那这次预设本来就是要到周边的景点去旅游哈、啊，就去
观光，那所以在营区的时间是比较少的。那营区也有很多像是泡脚、泡汤的设施，那这次都没有使用到，啊，所以这边算是一个蛮热门的营地。只是这边海拔比较低哈，就是可能夏天在这里就真的会蛮热的。整个营区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哈。行军床好睡吗？嗯。下雨，这个雨衣地垫一定要用，不然还是会有点反潮。好，走了，说好了。老梅绿石草，哎，这是不是要退潮的时候才看得到？对啊，你看，要跳潮汐，走下面吧。下面是沙。对啊，现在看不到，好不好？现在没有。不是要退潮才有啊。全台唯一绿石草，石门老梅，石门三宝，哪三宝？铁观音、肉粽、石花洞。啊，认识一下，我还不知道哎。考试一下，石门哪三宝？石门三宝哪三宝？肉粽啊，茶叶啊。你有看到？刚看到了。啊，我以为你们在看呢。这个要退潮来看才有啦，特殊景观。哎，你看，好漂亮！你看人家拍的这个。太老屋营业中，石门真的有在营业呢。晨间老屋六日。9-11点中式自助吧，199。哎，可是它到11点啊。然后麒麟比这里有一个垂钓区，请着安全装备。哇！垂钓区，哇，这里有。一格一格可以在这钓就对了。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咯。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下次见，拜拜。